知名童谣其原故事是在描述知名童谣当我们投在一起，请问他原本是在描述什么故事？从小就会钢琴、小提琴、古筝。古筝我觉得我妈妈很喜欢那种女生，这样很有气质，她觉得我比较没有气质。古筝蛮厉害的，好中国，好古典，而且好难。妈妈很喜欢听十面埋伏，多好听。十面埋伏是琵琶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